哇，好漂亮！哎，哇，你好吃啊，刚洗完澡，对不对？现在是早上的9:57，对，这是我们第一个在新家的 weekend vlog。我来吃一下我的早餐。我在吃那个在 Costco 买的那个 acai bowl， 就是夏天到了就早上会吃这种冰凉的东西。其实我们还蛮多东西都还没有，就是解完压缩，走廊这边看到箱子嘛，那一排大概还有4个箱子，然后我房间门口那边这边还有大概还有2个箱子跟一排，就是一些品牌寄给我的东西，所以就是其实箱子都还蛮多，很多都还没有打开。然后房间就是厕所连着的那个衣橱全部还没有打开，所以现在衣服都是一直穿，就是唯一找到的那几件睡衣睡裤，然后就一直重复穿。看起来怎么样？这很好吃哎。好冰哦！我有个影片还没有剪完，所以我想要早上的时候把它剪完，然后下午全力把所有的箱子就是拆开，因为我其实找不到很多东西，像我现在用的脚架是大的脚架。因为我找不到我那小脚架，我不知道放在哪一个箱子还是哪一个袋子，完全找不到。那我要把箱子都解开，我下来去我们的书桌区。好，那我现在开始来剪我的影片，这里。然后一边吃我的早餐，然后我的咖啡。希望这影片蛮长的，因为我还多放了那个在新家哦，这个功能，因为我后面还放了那个我到新家的第一天的那一点小片段，所以整体加起来还蛮长的。影片如果没办法剪完，我至少箱子也要全部拆完。现在很多箱子，看到给你们看，对，你们看到吗？后面那边就是走廊进来，噔噔噔噔噔走进来那一条，那边就很多箱子，然后这里，对，然后客厅就是前面那边很多箱子都还没有拆，有一些都是一些可能酒啊，或是一些那种清洁用品都还没有拆，所以。一定要来拆。
来，啊，拿来过去。谁？谁？哎，路人是谁啊？谁啊？看我。OK。这两只。会不会太会享受啦？你们看 L 的表情，他超级舒服的 ，Good girl。嗨大家，现在差不多是中午12点，然后我要来做我的午餐。现在影片进度大概是40%左右，还没有到一半，就是我大概初剪了一次，然后要看第二次，等一下才要上字卡。我刚刚有吃早餐，所以我没有很饿，我想说就用冰箱一些剩下的东西来做一点简单的沙拉之类的。我有半盒鲔鱼罐头，然后我有刚做了一个丢了一个水煮蛋，就是用电锅蒸，然后我有洛梨，然后我有香菜，就感觉可以很快速做一个简单的那种沙拉。鲔鱼罐头还有香菜。哦，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香菜的话，你就是可以买这样一，因为它一次每次都是一把，然后你就把它装在保鲜盒里，然后让它根的部分就是看得到吗？让它根的部分就是泡到水里面，这样香菜可以吃很久。大概我目前已经，这已经是。我是礼拜上礼拜六搬进来嘛，我礼拜天买的，今天礼拜六，就目前都还没有黄掉，我就每天吃东西都加一点香菜在里面。好，我现在要干嘛？好，来拿蛋，小碗，没错，叮，哇，好漂亮，漂亮的洛梨，开到漂亮的洛梨，心情会很好。这洛梨真的漂亮，然后剩下半个鲔鱼罐头，我都会在清冰箱，然后就把它搅碎。No.然后这边有剩下的柠檬姜，可能都有点干掉了吧，用一用。盐巴、胡椒，加一点辣椒。叮当。如果可以再丢一点那种 crouton 进去会更好吃。现在来看我，对，我忘记之前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为什么我都会用这种盒子装我的蔬菜之类的，就是像葱这类的东西，如果你直接是像在超市买来这样一把，然后直接丢冰箱的话，那很快它就会黄掉，就它就会这样垂下去。所以我一般都是买完之后，我会把它就是把根剪掉，你也不一定要剪，我觉得剪跟没有剪没有太大差别，只是不剪我会有点放不进去，所以我一般会剪掉，然后洗干净，然后稍微把它擦干。然后就把它放进来里面。如果你的葱有这样子先处理过，然后把它放到保鲜盒，就是不是直接裸的放在冰箱外面的话，其实它可以放蛮久，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不太是问题。然后我通常周末的时候就是会买那些食材，所以我就会在周末比较有空的时候，就是来就是把这些东西摆一下这样。
后这样差不多就完成，然后把它收好。现在开始来解压缩，这个是入口的那个储藏室，大门在这里，这是入口的那个房间。吃零食，这我刚订了一些茶到货，然后先来装一些零食。叮，这个超级好吃，可是没有很常见，就这个 size 的 Amazon Fresh 有卖。你们看这边就是全部都还没有弄，很多箱子什么的，然后这边有很多这种行李箱，这种收纳全部都还没有展开。我们刚整理到一半，先去洗狗了。你看我衣服全湿，然后现在要来整理衣柜，开始解开各个行李箱，然后把它们都填满。哎，哇，你好湿啊，刚洗完澡对不对？在这里等我，看。我也是 girl。我终于收完了，花了超多时间把一些衣服都展开，然后 T 恤啊，什么冬天的衣服跟一些。什么棉裤啊、睡觉的裤子等等的，都把它收好了。终于，上面放的是一些可能是冬天的衣服吧，还有一些那种被子，比较薄的被子。终于完成，耶！但是其他外面都还没收好，我现在就是只有把这个衣橱的地方完成而已。嗨，大家，现在是晚上6:47。哎，我的手机在哪里？我现在来叫晚餐，我不想煮了，好累哦。一直在整理行李，来看一下要吃什么。我决定要来吃我最近很常吃的，有一个看一下哦，这个吃这个，对焦。我3月4号的时候才吃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吃。然后我点的是 extra spicy， 真的是比较辣哦。看到那个吃的是这个 Pike Noodle， 是念 Pike 吗？不确定。看起来太好吃了吧！呜呼，看。哦，我最近很尴尬。你可以帮我拿那个空的那个碗吗？我想装壳。太长了吧？它面真的很好吃，很 Q。Like
the easiest decision in the history of decisions. Kind of like... It's looking kind of chilly out today. Hey. He did not. I don't need his permission. He just got your credit card back here. Very well. Then you are punished. What's our punishment? Call him time out. 好累哦，因为今天下午在收东西，可是还是有很多箱子没有收。客厅还有那个客卧室，就是比较小间的那个房间，里面超级乱。就我把箱子都打开，但是还没有时间把东西都收好。我现在要去客厅边敷脸边看 The Office， 然后敷完脸我就要睡呢。今天太累了一整天。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的10:23，然后我现在刚起床没有很久，我要来做我的早午餐。我觉得我前阵子因为搬家之前那阵子，然后又吃好油腻，所以我现在中午都算吃的算比较清淡一点。我刚刚已经把饭丢进去煮了，我现在要来弄我其他的配料。我今天中午想要吃纳豆，我其实完全没有印象我就是什么时候，就上一次吃纳豆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妈很喜欢吃纳豆，那天我在买菜的时候看到纳豆，想说突然很想吃吃看，已经完全忘记纳豆是什么味道。我给你们看我买的纳豆，我把它拿出来解冻，我给你们看包装那个纳豆，然后我打算就是做一个泡菜纳豆酪梨拌饭，用昨天剩下的那个酪梨。奶油在饭上，加一点点酱油，先把它拌一下。嗯，哦，拍给我妈看。我妈超爱吃纳豆，就是之前我们去日本玩的时候，每天早餐她都要吃。我刚刚大概半小时一小时前才拿出来解冻，所以它还没有超级解冻，要自己稍微努力的那个把它捣碎一下。然后是昨天的酪梨，泡菜，然后来加个海苔，啊，酱，看起来很好吃耶，海苔、纳豆、饭、泡菜，好吃哦。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味道，我再来吃一口。它本身是不是没什么味道？嗯，我要多加一点酱油，然后把它们都拌在一起。感觉超黏的。
Myler House. Actually, it's owned by Beekman Properties. Dunder Mifflin is 4 years into a 7-year lease. And why are you here? When Darnell's coming, you said you wanted to be here for protection. I said some phrases to help with this interracial conversation. You know, stuff like lease it out, or not buy, pick and flip it. You know, things that when you grow up. Do I know what Carol Stills? Oh yeah, for sure. Hey, Carol, how goes the real estate biz? Is it real good? Still me. Sometimes I don't. 他每天吃的那个维他命，哎，对，哎，对，看，然后Warehouse Casino Night，哎，对，哎，对，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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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欸、你看超美的、现在是下午的1:18，然后我现在有一些工作的东西要用，所以我现在又回到我的书桌前。哎，我有一个包裹到了，等一下去拿一下。大家，我现在把包裹拿回来了，然后我这边可以来帮大家开箱一下。这几个大的箱子呢，是那个我很常买他们家泡菜的那个韩国的品牌 BBGO 的那个品牌，他们寄给我的一些食物。如果我四次都有不错，再跟你们分享，就是他们寄一些好吃的东西来给我用，这样。那我现在开我的小东西。我上礼拜刚搬过来嘛，然后都还不太敢买什么。很多东西，因为我想说我有超多箱子都还没有拆，我怕就是等解压收完之后发现家里东西已经太多了。这个呢是哦，我买了两个那个，就是我之前有那个大的，我喝咖啡用的那个，这个是 Bowls 的那个 jar， 就长得很像 Mason jar 的那个那种玻璃瓶，它长这样，喵，叮叮。应该有对焦吧，因为有点远，我看不太出来还没有对焦。因为最近天气开始比较热嘛，然后有时候早餐的时候我做了一些那种 overnight oats 来吃。我觉得直的这种玻璃瓶比，因为我剩下都是那种保鲜碗，就是横的像碗一样，我觉得直的比较好塞东西，就是碗的会很难，就是弄一层一层的，所以我就买了两个这个。买个箱子，是我买了两本新的想看的书，这两本。一个是 Behind Her Eyes 这本书是 Netflix 已经有它的影集，然后我就想说我想要趁，因为每次进去 Netflix 都会看到，所以我想说我要趁我先看完书然后再看影集，所以我赶快买回来，想说我赶快把它看一下，这样等我多累积一些不错书再跟你们分享我的一些推荐书单。然后还买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叫 The Midnight Library， 这本书最近好像评价也很好，我也很期待到时候再跟你们分享。开一个包裹，这样我等一下装给你们看，因为我红酒也还没有拆，我等一下把红酒拆开，然后装这个给你们看。我现在要来拆，我很期待的。我这边还有两个这个箱子，从韩国寄来的食物，超多。好，
香呢是哦，每次在那个韩超看到都很想买的，就是这种汤的品，就是像这个我一直超想煮的，就是那种什么海带牛肉汤。海带牛肉汤，牛肉海带汤，就是那种他们好像生日的时候会喝的那种汤。这个是，哎，都没有英文，看一下哦。这个是什么呢？很像大酱汤之类的吗？大家看得懂？还是排骨汤之类的？看得懂韩文的，帮我看一下。超多那种酱汤的包，这种真的都很方便。然后我这边还哦，这个是我自己 OK， 这是我自己一直超想要买的，给你们看。If 叮，看得出来吗？它已经是那种即食的粥，方便。这个看起来是章鱼，因为这边有一小章鱼，章鱼的粥，章鱼泡菜粥。然后这两个是哦，这应该是那种哦，它要写英文。哦，没错，你看这边就是章鱼泡菜粥。然后我这边还有这个是类似鲍鱼粥，这边 OK。然后必备，这种海苔碎是我的必备，就是真的是所有拌饭。哎，我今天有用到，我今天吃那个纳豆拌饭的时候，反正我每次拌什么东西，我都会做这个来吃。这个，这是我看很多吃播他们都很爱喝，就是这种醋，果醋，这样看到吗？葡萄。然后这个是凤梨、葡萄，这个加气泡水应该是超好喝。我刚好明天要去换我气泡水的那个钢瓶，明天就可以来喝。我开箱完了，我给你们看我现在那边有多可怕。锵，叮，我现在变成韩国食物的大户了。我还帮他们拍一个合照。我刚刚把它稍微排了一下，你看有这么多，我现在有点想要来先试喝一下这个水果果醋的部分，然后其他还有这么多。今天下午好像天气比较阴一点耶，叮叮叮，我要看这个，我其实没有喝过，不知道会不会很酸。哇，这个它不会很酸耶，这个真的有一点点茉莉那个花的味道。偷吃，我最近很喜欢吃这个零食，叮，这个在 Costco 买的，好像是夏威夷的饼干，好好吃哦，有点凤梨的形状，超可爱。很酥，然后很奶，很好吃。Good。今天晚餐要做的是番茄金针菇牛肉片。我是不是有做过这个料理？我那天番茄不小心买太多，总共有10颗番茄，所以我现在尽量要做很多番茄料理，把番茄消耗掉。番茄金针菇，然后再做一个气炸的豆腐。我最近超爱吃气炸的豆腐，就是真的很好吃，然后很原味，然后超级蛋白质。然后再顺便气炸一个我们最近蛮喜欢吃的一个素的鸡块。然后再热一个饭，就超级快，应该很快就可以吃晚餐了。然后这边还有那种很辣的辣椒，应该一个半，应该就够。
然后我们新家的这个煮饭的这个地方是瓦斯，然后但是这个瓦斯炉跟我第一个住的那个 apartment 蛮像，就它有一个专门就是说你要在这边点火，我给你们看，就它这边有一个告诉你要停在这里的，然后我觉得有这种的我都会比较知道要怎么开，我现在开给你们看，证明一下我现在已经会开了，呜，这样子有没有？然后我现在先来切豆腐，一般我用炸豆腐是比较硬的，这种豆腐就是太软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容易在里面散掉，所以我一般是用 firm 就是硬的豆腐这样。我觉得那个豆腐有一点厚度会比较好吃，所以我就不会把它切得太小，大概切差不多这样子，大概就是12块，一块大概是这样子。拿这个喷雾来喷一下，然后这边用400度，大概要差不多要炸个15到20分钟，所以我会先用10分钟让它先炸一面。完成，这边是刚刚气炸的豆腐，然后烫青菜，然后这个是番茄、金针菇，还有那个牛肉卷，然后气炸了一点点那个素的鸡块。叮叮叮叮，哎，你没看过的，你可以看看，我觉得还 OK。豆腐。现在要来吃宵夜，姜姜姜姜，没有对焦，叮、啊！太美了吧，给你们看，我们有三抹茶一元味，我看一下，抹茶，叮叮。哇哦哇哦哇哦！我要先吃一口喽！哇哦一哇哦哇哦哇哦！叮叮，叮叮，好美哦！嗯。哇哦！完了。应该要买4个绿茶的，给你听个。嗯，哇哦，嗯，超级好吃。
晚上的12:30，然后我差不多要睡觉，然后我现在趁现在睡前来准备一下我的隔夜燕麦，明天的早餐这个燕麦。明天要吃的时候，我会再加一点 yogurt， 然后加一些水果的切片在里面，大概是这样。我要去睡觉了，晚安，拜拜。